我见钱了，救命啊！走，救命啊！我赶紧跑。站住！我站住！靠边！可这税太涨了眼，太多了，这不招人稀罕吗？是，不是，这涨不涨跟我没关系，这都是上部的意思。人家上面说句话吧！哎呀，我说了算！官爷，官爷，快快快！ 哎呦，我爹要我的命！哎呦，当爹要儿子的命的啊！五毒还不是死的？他不是老虎，他是真虎啊！你别来这话，不是，小长崽子，你跑！我看你往哪跑！老灰狼，给我过来！我不过去，我过来，我抽你！我过去，你不更抽我了吗？见怎么就抽？哎，等等等等等等等！你刚说什么？你爹想要你的命啊！ 你的命本身就是你爹给的，你惹他生气，他可不就得收回来吗？就是啊！哎，看来儿子还有你，你说你儿子大老远的留洋回来，进门你想要他的命，你给出东西你不能说要就要回来呀！就是啊，太抠门了！哎，我这话怎么说？让你给说了，我跟你说，管天管地啊，管不了拉屎房地啊，我们家的事儿你还真管不了。哎，老爹，这官爷还管不了你了。 老子管儿子，这是天经地义。你看我管不了你，官爷都管不了，我说老爷子，你给我站住！你给我站住！你跑！你跑！我看你往哪跑！我打死你！跑！官爷都管不了你了，你还有没有王法了？你别！ 哎，刀口不错啊，哪买的？刚来就动家务事儿啊？怎么的？想立棍儿啊？啊？不敢，只想图个安宁。哪儿来的？干啥来了？没一会儿来的，打算开个酒馆，正当生意。 开酒馆好，欢迎。只是千万别喝出响动来啊，万一惊着我的耳朵，往后的事儿可不好摆弄。明白。哼。走吧。 看见了吧？这都是闯关东下来的老客，那边的啊，你看，看这行李有多沉呢、啊？我估计啊，都是沙金拽的。是吗？嗯，这你也看出来了。我是开当铺的，眼睛好使。千万别招惹这些人，他们走路难闯过北，跟阎王喝过酒，露着小鬼睡过觉，那皮糙的刀子都够不动。嗯，顾上身子去。瞧你这个崽儿！ 大哥，就这店铺了。哟，怎么谈人呢？潘大爷。 气儿了，亮子，老潘大爷，您在家吗？哎呦，哎呦，各位爷，我什么都没看见啊！哎呦，哎呦，各位爷，我真的啥都没看见，您高抬贵手，放我走吧。 我说这位兄弟，我们呢是到这来开酒馆的，这间店铺啊，我们早就谈好了。我们也是前脚踏进门，就碰上这祸事了，也弄得我们是晕头转向。大亮的天，天上地下的眼睛都看着，不说瞎话。
我明白，我都明白。这老潘头啊，他是自个儿病死的。嗯，这话中听。哎呀，各位爷，这个树啊，多聚嘴。这个好汉街呀、啊，那是藏龙卧虎，鱼鳖虾蟹啥都有。那是老鼠赶上桌，狮子钻被窝，盖上盖，明明是一锅杂拌鱼，掀开盖，弄不好就成疙瘩汤了。 你们呀，刚从北边来，风大呀，压着眼皮儿，这来到大连街呀，那可得回回神，睁睁眼了。这位兄弟，一看你就是个热心人，好心人。你既然把话说到这儿了，那就再说清楚点儿，也让我们好好明白明白。既然这么说，你们要是信得过我，就听我一句劝，赶紧啊！ 把这弦上的烂泥蹭干净了。吴报官，报官能说得清楚吗？说不清楚，连命都搭进去了。兄弟，敢问你贵姓高明啊？ 哎呦，我的爷爷，刀都按脖子上了，你还有心思记我名呢？ 赶紧的把尸首抬出去吧，我还是那句话，啥也没看见。多谢兄弟了，往后我这酒馆开张了，你可得来捧场来。那是，老子，开门。大哥，开门。谢谢各位爷。 有缘再见，有缘再见。你说这他妈的，咱刚来这碰上这倒霉事儿，这酒馆还开不开了？我上回来好汉街就听说，这是拍巴掌没动静，放臭屁倒是回响。听劝吃饱饭，大哥，咱可别让人讹上了。先去客栈。 住下再说吧。大哥，大哥，我们哥俩分头找了好几圈，就这笼子和哑巴，连个人影都没有。那你说他俩会不会是看咱摊上人命官司，要挑个跑了呢？不是，你说他好，你得等着分完了杀金吧。 你们这咋整？可话说回来了，那他俩要真不回来，咱这酒馆还缺跑堂的了。还琢磨开酒馆的事儿呢，一条人命在那儿横着，挂了一身官司，开什么酒馆？咱没做亏心事，这官司挂不到咱爷们身上。等把这事儿搞清楚了，酒馆照常开。大哥，咱先不说开酒馆的事儿，夜长梦多，您得赶紧拿个主意啊。 不走了，都先睡去吧。明天再说。大哥，那老班头就在这摆着，先摆着吧。
人呢？人没了。大哥，我昨天晚上实在是睡不着，琢磨这事儿邪性，没跟您商量。我叫俩兄弟，我想把那老潘头给运走，怕啥来啥，那老潘头他就真没了。是大哥，我们把那店铺前前后后都找遍了，确实没人。我琢磨着啊，肯定就是那小个子把这老潘头给弄走的。他把他弄走干啥呀？他怕咱们给弄走，没尸体他讹得着咱钱吗？要讹昨天讹不好吗？还费这劲干啥呀？你说就你那脑子，昨天咱们都在，还有那贼心有那胆儿吗？那要照你这么说，昨天就不应该把他放了。各位兄弟，昨晚上你们忙了半宿，够累了，先都回屋睡吧，等睡足了再说。还睡啊？撩吧。你咋老想着撩呢？我让你睡啊你就睡，明白吗？你说这眼睛还真有点睁不开了。回屋了啊。老三啊，你也回屋睡吧。大哥，咱这一屁股坐炭棚是火烧火燎的，您可真沉得住啊。烧都烧了，你就是起来也是一定疤，还不如就这么坐着，等攒泡大尿把火滋灭了就好了。您这话是把事儿给看明白了。咱们刚来老潘头就横尸店里，然后就让人碰上了，还劝咱们不要报官。咱们听了他的没报官，可紧接着人就没了，这背后有手啊。您的意思是有人给咱们爷们儿下套？咱可是刚来大连，跟谁呀？这没冤没仇啊。所以咱不怕呀，把腰杆子挺直了，等着看戏吧。大哥，外边有人找你。谁呀？那小个子。请他进来吧。他说他不进来。哎，说好了在这儿等，人呢？奇了怪了，走吧，咱回去。来来来来来来来了，哎，来来来来来，哎呀，各位爷，你们都来了啊！你哪儿去了？尿急。各位爷，你们昨晚睡得好吗？你这话啥意思？不瞒您说，昨天我回家后啊，一躺下就做噩梦，都吓死我。那个老潘头啊，是一会儿来一会儿去，一会儿哭一会儿笑，还跟我唠上嗑了。我是一晚上啊都没睡着啊，到现在我是头晕脑胀，难受死了。哎，你不是一宿都没睡着吗？那怎么做的噩梦啊？昏昏沉沉，半梦半醒呗。我告诉你啊，你现在回家喝二两，闷一觉就好。你说的轻松，我哪还敢睡觉啊，吓都吓死了。兄弟，我这还有事儿呢，有什么话直说吧。我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你们还听不懂？那咱们就回屋去慢慢说。来，哎哎哎，别，这事情啊哪能回屋说呀，万一哪句话呛上了，我还要不要命？那你是想买点黄标烧着是吧？各位爷，你们都是走南闯北的精明人，是一点就透了。那我就直说了，你们的事情让我发现了，说明啊你们跟我有缘。一句话，我不能假装看不见，要想让我看不见，除非给我买个眼罩罩上，否则警察局见。还用眼罩干啥呀？干脆我把他眼珠子挖出来就完了。拉法，你也老大不小的了，别动不动就打打杀杀的，完事儿裤头也得固定，
他为什么不敢进屋里说话？他就是怕咱们给他黑了。人家敢单枪匹马的来，打哪儿进打哪儿出，早就想得清清楚楚的了。搞不好背后还顶着一群人呢。一群人咋了？啊，咱还怕他们呀？这不是怕不怕的事儿。哎哎，要我说啊，要不咱们吐口血给他？这人的胃口有多大，咱还不清楚。要是你把一腔子血都吐干净了，也喂不饱他。那你说咋办？啊？那实在不行啊，他真的是兵法上说的那三十六计左为胜。咱现在是块金元宝，早就被人给盯上了。你走哪儿去？不是，那你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那你说咋办？就等着那小个子报官去啊。大哥，您倒说句话，拿个主意啊！哎，反正您要说走，我半拉子拿刀开路。屎喷子扣你脑袋上了，你躲你躲不开。好汉接的风硬，能硬得过关东的刀子风啊？敞开门迎客吧。您来了，这厂这门不漏风吗？恭候您呢。知道我要来啊，扯着命的事等着您来做主呢。为啥不走啊？心里没鬼。没鬼？哎呀，那就是闹鬼了。哎，我记得你们是来开酒馆的吧？正是。酒馆还没等开呢，就闹出响动来了。有响动不怕，你别让我听见，听见了我就得管。谁让我套上这身皮呢？我是真不愿意管呐。官爷，您也知道，我们初来贵地，来了就碰上这祸事，惊得我们呀，头皮发麻，这眼睛发花。手脚都不知道放哪儿了，这一忙活呀，也忘了报官了。有人没忘啊？这不替你们报官了吗？报得好，那人真是我们的恩人呢，我们得感谢他呀。不急。大连街地面小，低头不见抬头见，早晚能碰上。您说的是。啊，那去看看老潘头吧。老潘头已经不在店里了。哟，那哪儿去了？不清楚。不清楚？确实不清楚。那被狗吃了？可能吧。就是被狗吃了，也得留下医生吧？没留下医生。那就是被人抬走了。也有这个可能。谁抬走？这事儿您不该问我呀。人死在你们手里，啊，眼下尸首又没了，我不问你，我问谁家？官爷。那个人的死与我们无关。哪个杀人犯说自己杀了人了？有关无关全凭你一张嘴吧。完了。哎呀，其实这个事儿啊，说大也大，说小也小。要大起来啊，能撑破命；要小起来呢，掉地下都找不着。这样啊，回头你们商量一下，看看这个事儿咋办啊。还有啊，如果你们想走啊，我不拦着。
只是怕你们不能带着命走啊。他这话啥意思？他那意思，屋里屋外都是他人呗。人家要敢放这话，那就是手拿把掐的事儿。我半夜我出去溜了，小心那枪走火了，把你腚沟子给你轰烂了。眼下，老潘头被人拖走了，他们为啥偷他？为啥给咱爷们挖了这么大一个坑？这是重中之重的事儿。我搞清楚了，咱爷们今后在好汉街就扎不稳根。还扎啥根儿啊？那我说呢，还是分头跑。你刚不还说人家盯着咱们呢？咋又跑跑跑的了？这事儿还管他盯不盯啊？跑一个是一个吧？你让人连锅端了墙。老三，嗯，你说说。我想这事儿是越来越深，越来越悬呢。要不放弃，要不走，总得选条路。打算走，早走早利索。你粘牢着了，怕是想走都走不了。咱没做亏心事，咱用不着放血。还有，人家放话了，咱可以走，但命带不走。我真就不信那个邪了。出水才看两脚泥。我瞪大了眼瞅着。爹，这是美沙姐亲手给你包的寿司，亲自给你调的这个芥末，可好吃了。杀鸡呢？他咋不杀猪？不是杀鸡，是美沙记，是名字，没杀鸡。没啥就没啥呗，还写在名字里干啥？不是你那个杀鸡是美沙鸡，他算你先吃这寿司，这蘸酱可好吃呢。我给你，啊，不是说你爹心硬，也不是说呢你爹心小。你说咱们这儿啥姑娘没有，你非得弄我一个日本媳妇回来。不是你让我在好汉街上怎么待呀？我抬不起头来呀！爹，您先吃，然后以后我再给您解释啊。这，他懂中国吗？他不懂。不懂你跟我解什么眼啊你啊？他是听不懂，但是您这语气、您这表情，他看得懂。看得懂啊，看得懂就好，我还怕他看不懂。爹，其他的呢以后再说，你先吃寿司好吧。我吃啥吃啊？这有啥好吃的啊？还蘸着芥末吃，真新鲜。寿司我都让你给气死我。あなた、お父様、お寿司お好きじゃないのかしら？あ、初めてだから慣れないな。それと。私のこともよく思われていないみたい。実には気に入らない。明らかに怒ってたじゃない。彼は嬉しいだな。嬉しいって。喂，那老潘头是怎么死的？我们不清楚，一进门就给撞上了。您抬抬手，给我们条活路。老潘头后来又没了，我们也不知道是谁干的。上有天下有地，谁说瞎话不得好死。您的大恩大德，我们永远都忘不了。说完了？说完了。是你们当家的让你来的吧？啥意思啊？谁来不一样？不，你说了半天还是那些话，你就没有
新的了。本来也没多大点事儿。人命关天，你敢说没有多大点事儿啊？事儿啊，说大就大，说小就小，到底是大还是小呢？啊？官爷，小，我这儿看大。走。怎么的？还想跟我比划比划啊？都让开。官爷，咱关上门说话。您要是嫌少的话，要不我再给。闭嘴。不，啥叫多，啥叫少啊？啊，这是多少的事儿吗？你们给我行贿，那就是心里有鬼。我不把鬼揪出来，我不失职吗？我怎么面对大连军的英雄好汉们？哼，关东山敞亮，大连军也不小，跟我来这套。走，官爷，事儿是我干的，我跟您走。你太瘦，不够分量。老孙，别管了。大哥，我对不住您。这不是兄弟话。不做亏心事，不怕鬼敲门。大哥，都好好在家待着。知道这是啥了？炸药丸子，大烟狗，吃了就死。不是，爹，我可是您亲儿子，您不能说总惦记着这要毒死我吧？我吃，我想死，不是您也不能死啊！我娘死得早，我就您这么一个爹。你要是有什么解不开的疙瘩，您跟我说，我帮您解。你帮我解啊？这话有底儿。我说话从来算数，这点随您。把那美沙鸡赶走，他走了，我就不死了。是我跟美沙鸡都结婚了，你哪能说赶走就赶走啊？那你们俩在一块儿，我就死。行啊，我是您亲儿子，我得听您的。但这个事儿啊，他急不得。你要太急了，万一美沙姬想不开的寻了短见。啊，所以说您得给我点时间。多长时间？尽快呗。行。嗯，我走了啊。哦，对了，爹，我还有点事儿，我跟你们。你说，你把那大烟缸子给吃了？嗯，那你嘴里什么呀？不是，不是，你这给吐出来，就这，吐出来，吐！哎呀，你干什么你啊？你这差点把我给噎死！不是，你这是吃出人命来的，你这是。不是，这不山楂丸吗？是山楂丸吗？啊。那是山楂丸，你说他娘的啊，拿山楂丸来骗我，你看我饶不了他们。爹，您能不能别老吓唬我了？您饶了我吧。官爷，我们这点家当都拿出来了，等往后开了酒馆赚了钱再孝敬。我们也不是什么有钱人，就这点家底儿吧，都拿出来了。家底儿都拿出来了，还咋开酒馆？哎呦，
开酒馆的钱可不敢动，动了就伤筋动骨了，伤筋动骨就站不起来了。您说，站都站不起来了，这怎么孝敬您呢？还惦着站起来呢？啊？行，有股子韧劲儿。当家人不在，大事做不了主，您多体谅。碰上明白人啊，就得干明白事儿啊！放人，放人！还没睡醒啊，啊！起来吧。你可以走了。就这么走了？留着我也当不了钱花。你在关东山吃不到螃蟹吧？嘿，吃螃蟹可有讲究了啊！先卸八个小腿儿，再卸两个大钳子，腿儿和钳子都卸干净之后，再先卸盖儿。知道卸盖儿里有什么吗？白花花的蟹肉。哎，蟹肉算什么呀？蟹黄才是好东西。您都把我给说馋了。你警察呀，表面上说什么吃螃蟹，那言外之意就是这事儿还没完呗。没完？没完咋把大哥给放回来了？高不出大油来，留着吃白食啊。大哥，我能拿出来的都拿出来了。不用说了，我都明白。他们放我出来的是想玩大的。那玩多大的呀？可能会玩出血来，甚至玩出命来，都有个准备吧。咱们对这儿可是人生地不熟的，门打哪儿开咱都不知道。咱们能斗过他吗？要我说呢，就是，那么还是赶紧回关东山。我都说过了，走可以，怕是不能活着走出去。你们要是不信的话呢，可以试试。大哥，你怕了？要是能把身上这身官司弄干净了，我就是把命扔在这儿，不埋怨。可让我背着这身官司走，走到哪儿我都活不了。哎，这个走又不能走，留吧，就兴许闹出病来。你们这可咋整啊？放血吃不饱，改喂肉吧。喂多少算个头啊？总有吃脱的时候。话说张飞、张翼德和这吕布大战六十回合未分胜负，看得关云长是心急如焚，他只好提刀拍马来到阵前，是高声断喝：“呆！吕布娃娃休得猖狂！”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只见关云长挥起青龙偃月刀，他要力劈华山呐、啊！好家伙，吕布一看这不成啊，我得试试他的力气。想到此处，他双膀一叫力开，青龙偃月刀刚好劈在方天画戟的戟杆上。只见这吕布晃了三晃，哎呀，眼发花，头发胀，就觉得五脏六腑往上涌。您猜他涌？官爷，给您准备那雅间在二楼备着呢。
继续继续。哦，刚才咱们说到，这吕布是武当六虎往上涌，他到底涌什么呢？就是差一点，他把昨晚上吃的那只烧鸡给吐出来。好，嗯，你怎么不喝茶呀？我不喝。那看来我们是来错地儿了。应该去酒馆的是吧？等我的酒馆开张了，欢迎你来。还有钱开酒馆吗？活人不能让尿憋死，想办法呗。行，这话感激。官爷，您要有什么事儿，您尽管直说，我听着就是。哎呀，这才几天呢，你这一身血可是放了不少出来啊，人都瘦了，我心里也不是滋味啊。您别客气，这些都是我们该做的。该做该做的。心口如一那是当然了，摊上了这么大的官司，您可是给我们留了条生路。可是你没给我留生路啊。世界上最好的事，越三五知己，无醉不归。等到了夜深，和往事干一杯，就赐我手烟喝。世界上最美的事，为岁月静好，现实安稳。任时光老去，宛若初见，笑谈似水流年。我要把酒言欢，和每一个生命中出现的人，每一次擦肩，每一次转身，都值得纪念。我要对酒当歌，和每一个生命中路过的人，每一次别离，每一次遇见，都值得怀念。岁月静好，现实安稳。任时光老去，宛若初见，笑谈似水流年。我要借酒敬喝，每一个生命中存留的记忆，每一次重逢，每一次失去，生命的赐予。有。